这就是叫做五谷丰收哇！吼、哦，这个色彩看起安尼哇，健康起来，哦，规人拢有精神起来吼、哦。但是要哪有这好的收成呢？当然都爱相当的努力。以前有一个国王，以前伊个国家治理了真好真好，啊，就定定像我安尼讲哦，定定拢追求盘过来，规个国家真平安啊，风调雨顺吼，所以百姓拢过着幸福的生活。 后来，这个国王呢年纪愈来愈老，伊就想想咧讲，诶、欸，安尼我特别离开世间啦吼，但是我现在足爱我的百姓，啊，我现在吼足爱我的国家啦，我唔盲讲我的百姓吼，囝行顺孙，大家永远拢过到像我即啊即种嘅日子，安好努力吼，啊，大家都真平顺，所以呢，一就叫一个。 伊全国内面一个头脑想解好个一个学者，讲来，来，这，你看，你看咱个国家人民，常常拢好好修行，过好日子，这一定足快乐。我即马一个全部交我就是以、啊嗯、后，每一年啦，过两百年后，咱这百姓呢，有闲来当过日子、啊， 到底要他保持这种日子呢？伊、哦、讲呢，叫这个学者讲，你吼、哦，要给他想一个办法。你要将要安怎永远过好日子的原则吼，因为你学者嘛吼、哦，你写落来。啊，我趁我还没死之前吼，我来公布，我来宣布讲，阮全国人民拢要遵守这种规则。安尼以后咱这个国家呢？ 会继续像即马呢？即两啊好过日。即、这个学者听听来讲好哦。我这做些资料爱收集，若要做到即个地步呢，咱着是爱有经济学，爱政治学，吼、哦，啊爱处理社会福利。但是嘛，爱阁知影讲咱个税金吼、哦，免啊有一个好个制度，哦、啊着想做这着对啦，吼、哦。哎，爱着返去讲，嗯，好，安尼我来想办法。 哎，都即个学者当起写写写写写写，过三个月来找这个国王，伊讲国王，来，我已经写好啊，哦，我已经写好啊，这个国王讲真好，来，大我官来，这三本，只要咱的人民百姓，若遵照这三本，这三本就我用这三个月，啊。去。 邀请足济专家学者，大家為們做伙探讨，阮写出这三本册，这内底呢包罗万象，啥物拢有。所以咱这里面吼，只要读这三本，只要读这三本吼，保咱国个国家平安。这个国王讲，你是第一几来上班的？啊，拜托个，你无了无了解我的个性吗？啊，三本，咱国家的百姓。 大家食饱，营营直接研究你这三本，啊，我唔多爱个训练真济学者，我唔多去去各地爱开班，啊，我都叫人来上课，我都甲伊解说，因都要知影天文、地理、政治、经济，我爱知影作这、做这、作这，你这边也有效果啦。我将这个国家地理个遮尼啊好，都、就是因为我一定抓掉一个原则，任何我要宣布嘅物件呢？ 一定爱，予人一日看得清楚，爱予人做会到。你三本，我法我都保证，阮全国人民，拢有在影响，读你即三本。吼，你安尼真正互我真失望。第一天来上班啊，啊，太无了解我。啊，这个、学者讲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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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我我等下继续研究。我等起。啊，你一日开呢？开两个月，两个月了后，即名大神来见这个讲，哦，讲啊。 吼，迄、哦、三本吼、哦，安尼叫我逐都爱减减减吼，实在足困难诶。因为即三本吼、哦，即内容吼，逐本都拢正要紧诶。你要治理一个国家，你要让全国个百姓将来，即个国家袂好也袂强。吼、哦，我三本我用两个月时间转变结晶，哦，浓缩诶就对啦。吼、哦，怎啊？你规个甲浓缩，就变一本，变一本，毋免读三本，读一本就好。 哦，这考前摘、哦、要哦，要考试进行重点复习，都七本好哦，七本武林秘籍，七本读落了哦，天下无敌安尼哦，除了讲我七本还好还好，意思讲你唔通叫我去改啊。这个教皇讲，啊你真正听无我意思咧，我真正甲你讲三本袂使，啊三本袂使，你叫是一本就会使哦，袂使啦，袂使啦，你讲这安尼人。 第一页开始读，读到最后一页已经袂记得第一页。等去一张，一张、哦。啊！这个国王是明明要和我死掉喎！这个国王竟然叫我对三本来浓缩，你知？到最后，干那出一张呢？啊！一、這个学者等去，无名无义，叫召集朋友、专家、学者来讲，差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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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差嘛差嘛差嘛 哎呦，三本的内容已经是咱只系专家，咱个头脑吼咧加接加三本出来，咱个广无帮你三本，就佫最后佫继续佫浓缩，佫做一本，迄变原汁起啊！即满广播竟然讲一个上济，一夜啊！要何年啊啦？要治理一个国家，毋望一个国家千秋万世哦，安安稳稳就过着平安的日子。 敢若用一页啦，吼、哦！即名大神安尼，甲其他诶即个朋友，逐个伫遐无名无即伫遐伫想伫想伫想，终于因决定啊，因决定啊啦，到最后一讲，起兵起兵攻，答案伫遮一页吼，毋是一页。我知影汝诶意思，汝即个国红伫你国家，汝就是变啊即个最精华中诶精华，吼、哦！就汝变啊迄个上盖上盖上盖有价值诶。 是一句而已啦，所以吼、哦，无一页，一句尔。来，亲爱朋友，准备哦。即、這个国王将一页掀开，顶面写一句尔，写多一句，写没有白吃的午餐。意思的是讲吼，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啦。一句尔，这个国王这咧看赞，都是这句。 如果我百姓每一个人拢照即句来做，安尼即个国家一定强。亲爱朋友，我伫国外的时阵，我一摆去一个店面，我来个问讲：，诶、欸，恁遮有啥物件是免钱个无？伊就是讲因一句话，伊尼笑笑讲：，即、這个世间啥物有物件是免钱个？哦，为啥物有物件是免钱个？免钱个不要一定拢是有目的个。 那有可能免钱嘅物件，迄摆我印象真深刻，因为吼，因为亚洲这个所在为着做生意，为着要赚后边嘅钱吼，头前拢做在变钱、变钱、变钱、变錢,钱，有无？有啊，办信用卡来，来来办啊！签钱你咩？咁办一张信用卡啦，然一卡配手也送你，有无？啊，变钱！你会看到讲，在咱嘅文化、咱嘅环境，咱是比较较爱讲占便宜啦。 所以，当一个国家的百姓吼，大家拢足想要讲占便宜吼。这个国家吼，唔是一个足强的国家。亲爱朋友，我这么开始讲这个故事，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，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故事。就是这个国家若边强，你老百姓要知影，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，没有没有白吃的午餐。意思是讲，这个世间无迄种唔免钱的物件，这个世间。 无迄种，你拢无做，你拢无尽家己生出来物件，无迄种代志，无迄种物件。所以一个国家要强，逐个人拢有一个观念：，我若要食饭，我都爱工作；，无工作，安尼咱卖食饭，咱无资格通食饭。世间每一只人，上帝头你双卡双手，你就是爱做工，你就是爱去工作，你就是爱有收入，袂当担遐济，都即个真简单诶道理。所以呐，一个国家每一个百姓拢有咧做代志。 这个国家的经济一定是好。哦，咱讲菲律宾就好啊。菲律宾以前因为是归亚洲上界好起来，一个国家，啊，因为泰国好起了，啊，啊慢慢慢慢就较贫惰。啊，因为菲律宾人本来天性伊若毋足，毋是讲足骨力啦吼。但是当伊的国家经济真正足败足败的时阵，到尾啊，无法大啦，为着要趁钱啦，拢出来做活路。因是全世界吼上界大的一个。 罗江人口，一出口的一个国家，伊个国家尤其做者这早年啊，拢去世界各地远，哦，去咧做外路，也就是透过安尼，当全民拢咧上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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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去世界各地趁钱趁钱，然后将钱寄倒转去，即嘛慢慢菲律宾个经济开始慢慢个变起来，那是足无简单个代志呢。迄个规个国家个经济足歹足散个，這种情形之下，会当规个国家安尼来翻身，诶，唔是靠一两个好嘢人。 那是专门逐个拢在做诶啦，真简单的一个道理。每一个人都爱努力，每一个人都爱去做代志。保罗就是将即个道理讲学、哦、提摩台来了解啊。保罗讲吼，一个人伊在咧治理教会，伊咧管理教会，伊用作息时间咧管理遮教会遮代志诶时阵呢，教会应该都爱互伊薪水。好、哦，你影像咧做牧师诶人，定定慌忙一句话。 啊，恁做无事是做义工吗？什么叫做做义工？做义工两种情形，头一种叫做拍趁。但是我家旧在上班有收入，啊，我下班了用我休困的时间，我来甲你做义工，一礼拜看做一天啊，做两工。我若逐工拢来上班，啊，我若逐工拢做八小时，我卖哪有可能做义工？无可能嘛。所以做义工第二种什么情形？退休啊，咱即摆已经退休啊，咱有退休金。 咱过去上班欠足济钱啊，最起码已经无烦无路。我即码退休无代志，按我来做义工。哦，所以你袂当要求别人讲哦，叫别人跟他做大事，按他卖你阿薪水，迄是无可能诶代志。使用者付费，即、這个观念咱来建立起来。每一个人拢着爱付出，啊，若付出诶人，咱着爱有饭通吃，这是同一个观念。所以不如讲。 你若想讲，即个宣教书啦，讲即个团结音脉人啦，吼，伊是有咧做上帝工，伊是靠咧关怀即个上帝的工作，啊，然后咱应该着爱为伊奉献，互伊诶当有饭通吃，互伊诶当有气力继续来做。所以这也变做今日个牧师的领教会薪水是一个真要紧，诶一个根基。做上帝的工应该有钱通领。所以即句话背后就是讲吼。 咱每一个人一定拢爱家己爱有工课通做哦，千万不通只要食饭。好，今日今日登来了，继 <music> 欢迎登来老三台直播。一只牛伊在做工课的时阵，伊两巴肚要吃。草？爱好一只无？当然爱好一只。 你袂当我只只牛，伊咧做工阵，伊要食屎，你特别那个熟，啊，加一食，认真做工可以，袂当加，啊，你袂当禁止伊只，因为伊若无食，伊无开咧通做工，所以一个新职人员，你若无互伊生活上互伊有丰富，当然伊为着无钱通饲囝，无钱通啊来来食饭，当然伊着变做去做其他诶工作啊。 这一定的道理，一定的道理。因为上帝所开始嘅真理，就是爱做工才有工归堂吃。所以当伊做教会的工课无碰碰吃也顺，一定要去做其他嘅工课。这是足正常嘅一个代志。所以咱台湾作社，阮自编嘅这牧师吼，伊嘛是抑佮家己咧种田，伊无钱伊都无碰通吃嘛。还有这个现象，为虾米？因为伊嘅信徒若太少吼，因为收入无够通养起一个牧者嘛。所以保罗讲，我做一个。 薪职人员吼，薪职人员，所以当伊若认真做功课的时阵，教会就应该看到伊的认真，然后教会来学伊教伊啊，这个经济收入，学伊当继续伫伊的即个专业上，继续伫教会内面继续来服务。所以这是一个足简单的原则哦。怎样若透过即个原则咱有一点，就是教会基本的精神，就是逐个人拢都在认真拍拼做功课。 认真拍拼、做工苦的人，上帝绝对给伊是丰富。即一个人到底是天分较重要，抑是认真拍拼较重要呢？我有人做一个研究，因针对真侪真侪即个专业诶人，因去做研究。研究诶结果就是讲，虽然真实人有天分，但是有天分后来无真拍拼诶人，因失败诶即个机会是真，而、這、即个成功诶机会是真少。 一个人的成功呢，通常是一真有天分，但是后来伊嘛是真拍拼、真努力。因是针对音乐、艺术、运动、吼、哦，甚至惊奇吼，因、哦、针对真济无共款的专业，因为去做研究。因研究的结果讲，一个人要会成功，一个人伫伊家己的事业上，伊要请做一个领导者，至少拢要十年以上的时间。因为十年是上少的啦，哦，十年已经是上少、上少啊。 通常是二十年甚至三十年，即个人是经过几年的努力，搁再加上伊有天分，伊才会成功。啊，有人讲无啦，那是古早啦，啊，即摆用投资足紧都成功啊咧，哎，毋是，投资正紧的好业无毋对哦，但是好业未久，因为投资了后，即下伊也继续去投资，哦，伊的专业能无够吼，伊安尼一直投资的结果到最后依然是失败。 哦，即种故事有够多啊！真济只金融界人較，较偌好业，偌好业，偌好业，嗯。但是呢，一摆金融风暴，一摆伊就倒落去啊。因为伊诶专业抑个无够，伊诶好业，迄是拄啊好运，迄是拄啊机会，多少有有一个好诶产品，即种机会逐个拢有，但是免咱维持。当要维持诶时阵，爱去努力。所以因即个调查内底呢，因有记者的咧。 就是咱全世界上盖出名的做股票，叫做巴菲特，哦，即摆要去话了。哦，哦，巴菲特，伊讲即个人，写人伊投资哪会遮成功？为什么即个人，足者人爱去揣伊投资？因为伊逐工用足济时间，用咧研究这个市场。伊每一工看足济新闻资料，每一工吼、哦，伊读真济专业的知识，每一工伊爱知影讲多一个行业。 到底有前途啊？无前途？即个公司即种管理的方式，到底是对啊？唔对？有风险无？哦，那是讲风险相关，伊就唔敢去投资啊。所以，为什么伊的投资会只成功？为什么让伊买到嘅这个股票，常常拢有大通起价？哦，啊，伊拢长期的投资，因为伊专业。啊，伊的专业对对来，伊的专业是，几年累积出来。所以，当地这个市场，一直投资的市场，已经过了十年了后。 伊一定物了过钱，但一对了钱又学着驾驶，所以有赚有了有赚有了。但是伊伫咧累积伊个经验，所以到最后几十年安尼看了伊又还是大赚，所以是咧足出名的一个投资、這个即、這个即个专家吼。啊，所以即种个专家，互咱看到讲，伊嘛毋是讲我趁着钱了，我倒咧都无我诶代志啊。啊，即反正钱足些，啊，继续投资互阮趁诶无，伊嘛是非常努力。 个工作，所以一个人，伊若未用拍拼，一个人如,如果伊若拢总无得努力，伊若讲我即马已经有啊，啊你惨啊！你个人生就完了。<noise> 有一只野鸡啊，伫山顶，定定糟蹋即个山顶，即个农夫吼，因来建造，因咧足想要掠即个野鸡啊，但是因掠袂着。结果有一天，吼、哦，有一天有一个人，伊讲我有法度，哦，恁互我两礼拜时间，我将即个鸡啊拢掠起来。 伊讲到即个代志，结果两礼拜了，伊成功啊！那你问讲你安怎成功诶？伊讲足简单，哦，足简单，吼、哦！你著将好吃诶物件吼，放喺涂骹，啊，放喺涂骹呢，第一工放，第二工放,放，第三工放。哎、啊，猪仔吼，可能头两缸诶时阵吼，伊、哦、个动物性吼，伊、哦、会家己小可儿境界一下，哦，一有一个物件，诶、啊，我若去食有危险无？吼、哦，啊，第一工，第二工，第三工，慢慢,慢、慢慢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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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、慢、欸、慢、慢慢，诶，伊发现讲。 打天这个在菜有物件通吃，啊，所以慢慢吼，这底下原本是四界咧找物件吃诶，即嘛弄个一盒嘛，迄个像咧咧饲鸟仔共款啊，迄鸟仔是天天咧飞对无？啊，你若饲鸟仔时阵啊，你体胖啊，啊，你个夜咧涂跤唰，鸟仔拢总来抢。伊讲底下嘛是安尼，伊讲慢慢慢慢慢慢，啊，我即嘛将这吼咧拣饲诶物件吼，第二天小可刷一下，第三天搁小可刷一下。 第四天，我稍微刷位一下，愈刷愈过来，过来呢，我钉一个房，啊，我了我空这个肉的所在，我钉一个房，啊里些，啊，堵开始的时候哦，底下江浪水啊就走起啊，啊，慢慢慢慢慢慢，哦，伊伊慢慢习惯了，伊就开始来吃啊，开始来吃，开始来吃，后来发现讲，隔天啦，其他这个所在都有物件通吃，我过来第二天，我搁钉一个房，啊，第三天搁钉一个房。啊。 第四天搁订一地房啊，哦，第五天开始也当订两地啊，因为呢，这只啊呢，愈来越无感觉有物件咧甲为咧啊，因为已经习惯啦，哦，不劳而获的习惯啦，都逐天，行到遮，都物件通吃，哦，逐天啊，搞搞搞搞到遮，都物件通吃，哦，逐天来，逐天来，逐天来安尼，哦，足欢喜啊，到到最后一间的时候哦，已经咱个团团围住啊，已经习惯啦，哦，伊都逐天时间够，伊都。 伊就来啊，伊就来吃，所以到最刚最后一缸的时阵呢，我只要将最后一片门啊，哦，等你个所有底下去，片后我将一片门甲踩落去，拢掉，哦，所有底下拢已经裂掉，即系野猪山顶的压底，即拢裂掉。所以这个小小的故事，有咱讲啥，讲如果你若习惯讲平淡，我无要做工，大家为我奉献，哦，啊，大家甲我帮助，到尾啊，你就是死路一条啦。 你嘅能力慢慢也无去啊，只有变一个贫惰嘅人，变一个无路用嘅人啦。哦，所以亲爱朋友，哦，上帝架势就是你要食饭，你就是爱做工、哦。啊，上帝架势就是讲，你只要有做工，上帝一定给你会食饭。所以你两条即个原则，只要你认真打拼，有得做，你放心，上帝袂让你饿死。哦，后日请继续收看，多谢。<music> 赚两倍，赚两倍，都可以。啊啊、<laughs> 放了，放了，我一切拢放了了。都可以啊，啊你是拄对变数出来吼、哦，啊，一直安尼讲一句，讲一句安尼。我早起就放落啊啦，嘿，啊,啊，我今麦咧讲的是。 我所有的一切，照你圣经所讲的，我都放落啊！哦，是即个放哦，阿不能放落啊！了啦是的<啦>。哎，圣经讲是哦，工人、嗯、人哦，爱用咱的油乳啦、糖糖一切哦，拢爱、嗯、放落。所以嘛、啊，啊、你都唔知影，这家庭主妇哦是寡娘辛苦哦，是是,是,是所以我决定、嗯、一切拢该放落。 啊！你你家庭主妇有做些物件放未落呢？你从讲煮饭这个工课？放落<露>。嗯，阿先生。放落<露>。嗯。阿变厝内。放落<露>。嗯。阿、啊、照顾囡仔。放落<露>。哦，无啦无啦无啦。啊，诶、欸，落开个岁啊。 那圣经的意思吼，是咧甲咱讲啥？圣经讲甲咱放路，唔是叫你卖做啦，唔是。哦、圣经讲放路意思就是咧讲吼，咱人吼爱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就是你要先去做。吼、哦，咱圣经讲放路是咧讲叫咱做一件家事，咱期待唔通伤悬、嗯、哦。但是咱该做去做出咯，后面的结果咱才放路去。 唔是叫你讲上面代志，该做诶爱做嘛，对不对？爱做爱做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对、喔、嘛？讲到重点了我們。啊！阮家拄啊，足侪代志拢还袂做，好，参就迄个煮饭若摒厝啦，吼啊，洗衫刀啊还袂做，来，你拄好来替我来去做，好，你家己讲诶吼，洗刀爱对厝边过掉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诶、欸，叫做，嗯、啊，我去摒人头。 本来你要做的事情，我安我就他哈，你<蛤>知吗？知啊、各位观众朋友啊，我要跟你讲，如果恁那要找人出来，我绝对会叫十连败去替你們出来。因为他知道書比少更有福，这<蛤>就,就是收获啦。是啊。